要给大家拍照片，好，好好 ，OK， 手拿麦拍照也不错，好不好？因为上面有我们那个不够善良的我们，这几个字很重要，要收一下，是不是？先收好了，好不好？对不对？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非常好看，但是第五集哦，那是好看中的好看，因为有一场戏有一个超级亮点，然后那个阿 Ken 去客串，那场戏啊好精彩啊，然后看百看不厌啊，左边好，左边的美女朋友们稍微看一下。好好，慢慢慢慢，目光移到中间的位置。好的，好，前面，好，来，更好的角度把大家拍漂亮。慢慢，好，到右边的位置来。好 ，OK， 好，下一个哦，好，太好看了，美不胜收。这可能，这一拍可能拍到。再过一个小时都可以继续拍了，来吃饭时间。听到我讲这个话，四位差点打愣住。来正前方，来正前方，好，三，好，12.05分，12.05分，好。还有谁？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告诉我们你们正确的位置，谢谢，谢谢媒体的朋友们，好。拍了之后麻烦帮我们灯大大，好，好 ，OK， 谢谢谢谢。好，很聪明，而且有些人会说你应该是充满心机的一个角色啊、哦，在剧里面还有抽烟甩车门这样，请问这两个动作是一起做的吗？胖哇，这个很具有争议性哎，胖哇，你就派呢，这样的角色在节之前有稍微挣扎吗？没有，我很高兴有人找我，应该说是玉婷姐她看到了我可以有这样的面向呈现，所以把这个角色写得蛮灰色的啊，真的、啊。但是我真的不觉得她就是小三啊，我只是觉得她、哦，而且今天伟宁帮我想了一个很好的字叫周全，然后很灵巧，然后主动出击。哦，这是我对他的定义。为了自己的需求，为了自己的爱，幸福，主动出击、嗯，这样也很好啊，对不对？是啊，是啊。OK， 所以他在剧里面有一些行为，哈、哦，会不会反而因为你是林富平女神啊，会不会造成你会觉得说，哎，那观众看了以后会不会有点紧张，或者是感觉不太开心？感觉不太开心。应该就是目的，好、哦，太好了，就是 Rebecca 的感觉，就是追求突破嘛。好，当然啦，我们今天最主要还是希望几位哦，能够从你们的金口说出一些内容来哦，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可以把那个标题下大大，哦，然后让大家可以有很多内容哦，我们就可以让观众朋友都知道这一部好戏啦。里面都有床戏，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是不是？好像伟宁有一场，然后柯震东你。一般你是几场？我老手了啊！没有没有，我有、啊、你也有一场一场吧？你也有一场，然后我这也是一场，你也是一场，对不 对？贺军翔也是一场，但是你有好像有两场，奇怪了，你在这个剧里面是跟贺军翔是演夫妻嘛？对，对不对？但是你有两场，他只有一场，那你另外一场跟谁？多一场，奇怪了，奇怪。是跟谁呢？是跟自己吗？还是奇怪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想要听啊，对不对？还是说，哎，你可能不一定啊，可能是跟伟宁啊，还是怎么样？现在这个年代，只能看剧揭分晓了啊！真的吗？一点点都不能透露吗？在演这些床戏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紧张、害羞，或者是什么样奇妙的状况出现？还是我们以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注意不要让对手演员曝光啊！哦，真的。对，然后我倒觉得亲热戏，裸露的尺度啊、比例好像不是重点。我们愿意把那种对情欲的感受真实呈现，我觉得那才是最难的。哦，这样子。重要的是不是露哪里露哪里，而是真正两个演员之间、两个角色之间的交流，对不对？可以感动大家，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啊，怎么样，柯震东，你有什么想要补充？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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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我很好。你也是专家啦，讲一下吧。还好，没有，我只是要我们尊重对方，有是，没有，我们现场都有专业的，专业最专业，对对，这种亲密戏指导。OK， 对对对，就是都很安全。OK， 安全，一切都 safe，safe， 嗯 ，safe。OK， 大家都是很专业的。好，那徐伟宁的角色哦，这一次也有很多突破，要像把头发剪得非常非常的短。
然后还化了很浓的烟熏妆，并且有背部全裸。请问这三件事情也是同时发生吗？就一边全裸一边化烟熏妆一边扎剪头发，哇，那很疯狂哎！那角色怎么有这样的突破呢？这个太想看了，好好跟我们宣传一下，拜托。哎，这是角色好忙啊！对啊，你角色我们也太忙了吧？我们太忙了。我很期待等一下他们的是不是也是一气呵成？他们没有，他们没有，你们比较有挑战性。OK OK。因为其实 Rebecca 在角色，她前面你可以从她的造型跟她的妆感看到一个身为一个女人她的生命历程。OK。那她从前面的烟熏妆，其实导演是很想要表达，就是她其实心里面是脆弱的。那她靠着她的烟熏妆， oh. 仿佛就是一个面具，让大家拉开她的不想让大家挖掘到她很软。脆弱的内心的脆弱，对，然后慢慢的等等，那头发短也是跟着他的心路历程一路这样子走，所以我觉得 Rebecca 的角色其实一路是蛮跌跌撞撞的，但是他又很别扭。哦，是这样子的，就武装自己啦，对不对？哦，其实内心是很脆弱的。但我们现在哦，就我们的了解，好像你跟贺军翔的角色这个故事线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模糊，还不是那么清楚。可以透露一点吗？但我们倒是看到好像你跟这个柯震东的角色互动是很明显的，你是非常喜欢徐伟宁这个角色，对对对对对不对？好 ,OK, 可不可以跟我们透露一点你们的故事线有什么样可以让令观众期待的，还是不能讲呢？就是旁边很多工作人员眼睛瞪大大，这个应该是可以讲吗？可以吧，可以吧，可以稍微讲一点点。因为其实我们的故事，我们前面看到的反而是后来哦，对，所以我们的交集是在之前，之前对哦，所以等于是说是之前的一种天哪爱情，又之前又这妈的多重宇宙吗？我的妈，一下跳来跳去跳来跳去，里面有又有回忆概念的，对，其实我们是从十二年前演到十二年后，哦，对。横跨了十二年的这个爱恨情仇，对不对？对，这样子的状况 ，OK, 好，大家看起来都非常的年轻啦，对不对？演十二年前跟演十二年之后都是驾轻就熟了。倒是贺军翔，你在这个剧里面，通常以前我们看到贺军翔都是这个，比如说偶像剧里面的花美男，对不对？那这一次导演好像要求你要有这个成为一个有历练、有历练、成熟的男人。对，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导演在角色每个人的角色上面都是非常的，就是很细微到，就是可能连你到十二年后，你的头发都要变白了啊、嗯。对，所以这一块我是觉得有点，我太早就是少年白这样，对，太早就变老了。不会啊，我看到那个剧照里面，你看起来很有个性，很有魅力啊。蛮跟以往的造型有很大的突破。嗯，对对对。OK, 那这次演的会不会觉得特别累，还是有什么样的感受上的差异？导演会不会一直磨戏啊？导演磨戏是肯定会的啦，对。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我觉得现在拍戏的状况是，可能我们一天当中，我们就是好好的把一两场戏、两三场戏拍好，是就会很。在精琢这样子，对，很细腻，很细腻这样。所以你拍完之后，自己也成就感十足了，非常有成就感，太好了。OK, 而且这个我们柯震东其实也很有成就感，因为一直以来，这前面有些人你自己在平台上，社群平台上面也有讲嘛，就是有时候拍一些情绪比较重的戏，你可能会稍微有点紧张。那在这一次啊，我们不过善良我们里面的演出呢，有哭戏的部分。听现场的工作人员讲，就是你不管是换了几个镜头哭了，就是一拍一拍又不同的浪景嘛，景的啦、特写啦什么，你都一直哭，一直哭，哭到大家战声连连，到底是为什么？角色剧情有让你那么感动吗？还是因为你又刷爆了哪一张卡呢？什么都是。好玩嘛？我知道 ，OK 啊，这样有你可以下标啊。就是因为演员有些是你知道源自自己的现实生活，把这个情绪带到角色，没有没有没有，观众不知道就好了。不是，好好好，没有没有，那个哭戏是真的。你要先讲刷爆卡的事情。我没有爆，我没有爆，还没爆，没有爆，还没爆。OK OK, 还在 okay, 还在。那个，那是哪一个包比较贵？没有。好了。啊，你说哭戏的部分这很重要。哦，那个，对对对对对，为什么？你是怎样？因为被剧情感动？是因为那场哭戏就是我接这部剧的原因啊。啊，真的、啊？对对对，因为他整个角色走到那里的时候，变得是他的选择跟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现在不能讲，但
确实，我看到那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写实、很面对自己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我看到那个时候，看到这个角色，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如果是我本人遇到也很难做的决定，对。然后他就变一个我可以表演的角色，我觉得非常的荣幸，这样。哇，就为了那一场戏，对不对？嗯。那时候内心里面就是完全进入这个角色，然后再做选择，是吗？对，就是。到底要拿哪一张卡出来？不是。他们前面那么感性吗？啊，我都看你开心啦，你要听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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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丢啦。好好，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这个柯震东在我们这部戏里面的演出啊，一定可以感动所有的观众。好，今天其实不只是位重量级的我们的演员哦，还来了一位我们邀请到的，刚刚我们前面已经有提到他，他也来到了现场了。今天我也邀请到演唱《不够善良》的我们主题曲，同时还担任本剧配乐设计的金曲歌后蔡健雅，欢迎他。嗨，哇，跟大家打声招呼啊！大家好，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哦。这一次担任的是配乐设计 ，Yes。所以你从头到尾都已经看过了，对，哇，对，觉得自己身份非常的特殊啊、嗯，真的，对，很幸福，嗯、而且就是，哇，从开始跟徐导的这个合作，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感觉就是宇宙听到了我的内心的愿望，就很想做配乐，然后。为每个角色写完的那些歌，然后看到最后，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就是剪辑，然后再调那个声音啊，什么音乐，然后看到音乐跟剧一起走的那种情感，真的是很多时候我自己都感动到哭。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徐导真的很棒，真的太棒了哦！真的给徐婷导演掌声鼓励一下。他在后面，他我就说你今天怎么没有要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他说没有，我们就是把这个时间留给演员，留给这些巨星们这样子，真的好、哦，导演。哎呦，他有在的啊，这样好 ，OK， 导演很可爱哦。好，那请问一下哦，因为我得到的讯息是。导演跟你聊完之后，然后他上了计程车要坐回家的时候，就是说他也写什么曲子啊，帮这些演员主角量身打造一首歌曲。对，通常是在他车子都还没有到家的时候，你这个歌已经做完了。对，到底是什么样神奇的力量让你如此快速的做完这些歌曲？还是因为导演那一阵子住屏东呢？不是，对啊，怎么会这么快？路程很远。对啊，他可能。很近，我真的很近，啊、对、啊、我们住的特别近、啊，然后应该是说，我能接你那个，我就认真一点。对，不好意思。那个，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故事写得很棒，然后每个角色都特别的鲜明，然后我又是很，可能因为是第一次做配乐吧，所以我就是很想证明自己，我可以。所以，但是因为真的被导演的那个故事感动，然后每次导演真的是陪我读本，每一句每一集都帮陪我读，因为我是一个一是有老花，所以我不想我没有太多耐心去看剧本脚本这样子，所以我比较希望就是可以听有人这样读出、念出来这样子有声书的感觉。但我觉得导演很棒，因为他就是每一个角色都是用着他们的那个声音啊，还有那个整个气氛去读他们的那个台词这样子，然后很快就入戏，然后我们很快得到共识这样子，所以我每一次读完的时候我就很兴奋，我就要回去写那首歌，因为真的太有感觉了。对，总共打造了六首歌曲嘛， 对，包括了主题曲还有片尾曲，还有四首歌曲都是依照我们四位主演量身定做的。对，我觉得这个概念很酷，我真的觉得徐导很，我觉得他很前卫又很时尚，因为一般的配乐可能你就会觉得就是等剪辑完的时候我们再放音乐，但是他主动的就说我希望每一个角色都有他们自己的主题歌，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因为他帮助到这部剧每一个角色他们的整个层次啊、个性啊，还有他们的整个戏就非常的丰富，而且贴得非常非常的近。OK， 哇，那这些歌曲，我想要请问几位主演都有听过了吗？还是只听过？应该是没有完全听过，还是都听过了？听过，有听过，都听过了。感觉如何？分享一下。有。
我觉得完全是符合角色的个性、心情跟当下。就我刚才有跟就是天然说，是这个音乐一出来，其实感觉很像我跟 Rebecca， 不管是吃饭也好，斗嘴也好，什么感觉那个音乐都贴在我们两个这个背后这样。是是是是，就很符合就对了，是吗 ？OK， 那真的听了我的《庆丰之歌》以后，就你会觉得深深的感到庆丰的寂寞，还有灵肉分离的感觉。哎呦喂呀！骨肉分离不是骨肉，灵魂跟身体的分离。哎呦，那音乐真的超重要的，哦、对对对，可以有如虎添翼的感觉，对不对？那伟宁呢？我是觉得，因为我属于我角色的主题曲，它是讲一个女生要爱自己的过程，所以在听的当下，你会有一种就是疗愈跟自己被安慰到的感觉。我觉得汤雅也是想要呈现一种，就是这个世界上你不要从外面找依靠，就是你只能先从自己爱自己开始。哎呀，真的是，对不对？这是靠山山倒啊。对，靠什么都不行啊，要靠自己，对不对？好，来，我的部分就是，我觉得这个歌当然除了听的就是很有感觉之外，然后也很符合戏里面何瑞芝的个性，然后就是他虽然看起来是一个面面俱到的人，但是内心总有一处是他最亲的家人可能都到不了的那一块。哎，就是这首歌的这个歌词啊，还有旋律啊，都把这个完全表现出来。哇。所以这部戏是大家都有讲到说，每一个人都其实他都不是黑的，不是白的，他有很多灰色地带，有时候灰灰的，对不对？都有一点不够善良这样子，对不对？在外人的评价上面，像我也有时候是会这样，比如说去便利商店的时候，我都会拿那个商品，对不对？比如说面包什么的、啊、我都会去拿后面最后一个，因为通常那个的保存期限比较久，对不对？你们会做这种事情吗？会，也会啊，会啊，这也会，也会啊，这个大都会啊。哇，你们真的不够善良啊！对啊，去拿，对不对？就拿了以后发现说，哎，回家之后才发现说，哎，这怎么今天就要到期了？原来上一个人就是把最前面那个摆到最后一个，那才不是。看到没有？是不是要小心，要注意啊？好多碟中碟，对呀、啊，是不是太好了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这一部好戏。好，我相信我讲的都是比较好玩的啦，但是这个比较严肃面，我们可以让看到这个剧里面我们可以好好欣赏啦。好，接着下来就是要大合照的部分啦，因为大家都期待着要拍到各位的这个几位帅气跟美丽的身影哦。这异父异母的兄妹终于相认了，异父异母干嘛还相认啊？好，看一下右边，奇怪，我自己讲话自己打枪自己呢。好，看看右边啊。抽烟摔车门，我来挡你。哎，好哦，看看跟中间，好，好，右边的美女朋友们，好，不好意思哦，来，哎，我也不够帅，别人被骂。好，再回到中间的位置，来这边那一张哦。OK， 来这里那一张，好。最右边下面的位置，谢谢谢谢，这是众星云集啊，太好了，谢谢大家。好 ，OK， 正前方，好，好，稍待片刻，我们男生先来，好了好不好？等一下我们邀请柯俊祥跟柯震东两位，请两位。女主演呢？右边再一次。好，右边再一次，右边再一次哦，稍作休息一下哦。好。
OK， 谢谢。剧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柯君翔啊、哦，哇，这个感觉历尽沧桑啊、哦，白头发啊、哦，然后可以看到柯震东精彩的演出，就为了那场戏接下了这部剧。好，前面，好，右边。两位在这个剧里面没有相爱嘛？哈、哦，不用两个人比一个爱心，是不是？可以哦，可以哦。好像没有碰到啊！哇、哦，真的、啊！哎，没有碰到，但是有爱恨纠葛啊，是不是？哎，好，那比，好比一个互相对对方挥拳的动作来。嘿，可以愿意配合，我们就拍啊！哎，来哦。可以啊，为了较劲的感觉，没有对到戏，那就是现在对啊，还是我们要叫导演来导一下，好啊、哦，右边再来是不是？太帅了啦，来演导两位男神，好，左边，最后再来，谢谢，好，感谢 ，OK。虽然脸上带着笑容，但是会不会其实是笑里藏刀呢？不够善良。左边，哎，依晨会不会瞬间又去挡文映的脸呢？会不会一张是这样子呢？好，刚刚挡过。好，来正前方。好。哎。两位会不会有这种背对背的感觉？可以吗？可以哦，哇，对，有点较劲的感觉。哎呦，好啊，真是又美，真的是有种高冷感，真好哇。哎呦，一层这样怎么样？哎呀，真的，那个气势有没有？哇，好了，我把保存期限最久的面包给你。还有海边哦，好 ，OK 吗？两位转正面，好，两位可以对，拥抱对方的感觉，好不好？这媒体可以下标的假面闺蜜什么的，不是，剧要这样的宣传嘛？要宣传，重点不是下，重点是大家吸引大家，然后大家来看这个剧，对不对？好戏，哎，对，你看我一定做得多好呢，这个称赞也不是啊，对，好棒哦，哎，对呀、啊，你看，一切都是假的，哎呀，我的眼睛也胀重啊，来，哎，右边再来一下，右边你要扶一下右边的，对，真假假真真，好，来哦，开心哦。好美哦，两位，真的是媒体朋友们已经不是在工作了啦，现在已经是休闲娱乐时间了，大家拍得好开心啊，真的是，你们真的是上天给的礼物啊，漂亮哦，好，中上的位置，哎，太好了，直接，奇怪，右边，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就已经。跟一晨说，短短的合作过，你怎么都不会变，好厉害！那平常吃什么？我知道他很养生啊，他还会早上会喝老人茶之类的，对不对？没有吗？旁边，旁边，那我记错人了。一晨再看看右边哦。好 ，OK。非常专业啊，也是一晨那个剧本都。画的密密麻麻的，真的是，好几个不同颜色的笔在画，我还以为是小朋友的画笔，哦，结果不是，是在做笔记，真认真，好棒，对不对？前面的位置，我为你也是哦，近年来都在挑战各式各样非常有挑战性的角色，这一次我们也相当期待，决定在这个戏里面有突破性的演出。说到了，哇，浓浓的烟熏妆，把头发剪得超短的，右边，而且还有背部全裸的戏，哇，
陈老师，请问是在第几集？我可以快转去看你。第几集你知道吗？不跟我讲。第三、四、五。OK， 好，不好意思。每一集都要看，所以你每一集都有背部全裸，也太爱背部全裸了。好，左边。好，看演员为了一部戏啊，对不对？什么样子的牺牲，他们都觉得值得。只要为了戏好 ，OK， 为了角色好，太棒了。这个也只有这个徐玉婷导演啊，有这样子的力量，能够说服你看，都是这个一等一最重量级的演员，大家齐聚一堂，所以一定是一部好戏的。好，真的，我们看到剧照里面，哎呀，邓君祥真的感觉好像老了十几岁哦，那个装扮、那个发型、那个白头发，对不对？你现在看起来，哎。都漂配起来哦，就是感觉春风笑脸娘的感觉了，帅哦。好，再看看右边下面的位置。好，大家一定要支持这部好戏啊！这个我相信的贺峻祥的表现一定也是有别于以往哦，非常的期待，好棒，太帅了 ，OK 哦。太帅了，期待柯震东在这部戏里面的演出哦。导演真的是本身也是编剧，相当厉害。你看，写了一场戏让柯震东无法拒绝，我就是要演啊！究竟是哪一场戏？真的很想要看。好。左边，好，来，你们还有什么样的要求？凯凯配合度很高的，嘴巴咬包包，在现场有包包吗？好，谢谢。我们在左边一点点，好，我们这边，要不要在左边？好了，可以了。好，就一两张，好，太好了，怎么这么刚好？没有办法，有才华的人，哎，选择都会差不多。对，好，正前方的位置，这一次呢，特别为本剧哦，打造了六首歌曲，哎，哇塞，开玩笑，这一整张专辑啊。对不对？一起推出，希望这部戏呢，不用希望了，一定啊！大受好评之后呢，我们这几首歌曲呢，传唱度也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高。好，大家去 KTV 的时候记得要唱一下哈。来，看看右边，